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在当班长，所以我每年都会带同学来参加这个活动。今麦是在做了，是等一下太阳下山在这里泡茶，在茶园，你会觉得那个感觉很舒服。然后我今年是打算，我今年是打算我要在这里泡到太阳月亮出来，我那种感觉好舒服，然后凉风徐徐吹来，你会觉得很舒服。 好像四五年了，连续来四五年，每年都来这里。哎，对啊，从一百年开始嘛，哈。对。一百一百年一二三，哇，五年的五年的。而且参加这活动有什么样意义呢？哎，不错啊，人很多啊，共享盛举啊。在想好茶，哎，对啊。也可以交很多的朋友。交很多朋友，对啊，因为以茶会友，很好。 那你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茶？没有，很久了。是，很久了。那喜不喜欢喝茶？喜欢。我也睡不着觉吗？不会。人生活的事情化呢，在他们身上。你的走动的时候，尽量放慢，也要留意，不要奔跑，谢谢你的配合。 因为我们今天哦贯穿全场的哦，我们的音控呢非常的重要，请你小心一下你移动你的脚步，谢谢您。来吧。我们的新人茶会，我们的主要就是开始。他边端，伊无端，伊有伊最主要先练条件就是讲。 所以他无需要做，啊，你个转了，你好，伊个头。少年时代具有的水果，我早做一点，我早料。泰国选手，创立以来，我早做，您得就肥我两块，就是。对，长远为荣，开发哦，那这是瑞竹的功能，各位学生都正确要。